只是一场烟火散落的尘埃。Hello， 大家好。说到华晨宇，大家都对他有争议，很难接受他的表演风格，甚至不少网友认为华晨宇唱歌的时候就像做法一样，简直是鬼哭狼嚎、群魔乱舞。但是他的改编创作能力也不容忽视，下面就来听听这五首。缘分让我们相遇万事意外，命运却有我们未能终相爱，也许未来遥远在光年之外，我愿守护未知里为你等待。第一首《光年之外》，华晨宇在歌手上大放异彩，现在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而且歌声也是超级好听，是一种有别于邓紫棋的味道，独成一体的感觉。我没想到首 Stay With Me。 这首歌作为经典韩剧《鬼怪》的主题曲，随着电视剧的爆红，这首歌也是红得一发不可收拾。结果在综艺节目中，华晨宇与沈腾合唱了这首歌，将这首歌改成了反诈版，简直太出乎意料。我不允许没有人看过，赶紧来看看吧。当我闭上我的双眼，脑海浮现你的容颜，我想陪在你身边，幸福你美好的脸。是梦的话，我现在就醒来吧。哎呀，你真的是我命中注定的吗？啊 ，Falling you， 直到你，是你让我找回。三个杀破狼，华晨宇在某节目中演唱了杀破狼。杀破狼给人的感觉大气、杀伐果断，在星剑系列中是很激情、很热血的音乐，各种蕴藏着无数网友的青春回忆。杀是为了跟踪我面前的壮丽脸，是狼深邃眼睛会躲藏在黎明。1983年小巷，12月晴朗，演得第七章，打自己继续推向接近事实，拿下一行是难言斗的雾，飘向古柏树，沉默地对我哭诉，被隔绝到了人行广场，盔甲骑士闭上，有文化的徽章微亮，无人马车声响，深夜的拜访，谁和在维多利亚的月光下，血色的肝肠，盛世的手枪，焦黑的手掌，融化的蜡像，谁不在场，珠宝身上，符号的假象，矛盾通往第四首《夜》的第七章，这是周杰伦的经典歌曲，华晨宇在节目中演唱让现场尖叫不止，将《夜》的第七章和 Skyfall 完美的融合在一起，实属怪也的确怪的好有魅力。如果邪恶是华丽残酷的乐章，他的忠诚我会亲手写上，珍惜的光风干最后一口忧伤，黑色的梦人生安详。如果邪恶是华丽残酷的乐章，它的忠诚我会亲手写上。
手平凡之路，都说人红是非多，娱乐圈更是如此。在某一档节目中，华晨宇改编并翻唱了朴树的《平凡之路》这一作品，以为会有很多好听的声音出来，结果网络上唱衰和吐槽的声音一大片。我曾经会都忘记一切，只想永远的离开。我曾经多住不平黑暗，想挣扎无法自拔。我曾节目内容就到这里了。你喜欢华晨宇的表演风格吗？觉得这几首歌改编的怎么样呢？